嗨，有很多小伙伴来问我方舟里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服装mod推荐，那么今天他来了，这是一款方舟史上最强的服装mod，在当前的 Steam 订阅人数就拥有了超过29万的订阅人次。要知道能被各位恶心能熟的永恒mod，它的订阅数也才22万。这是一款发布于2016年的 mod Q Hair V6.1， 中文翻译就是可爱的头发， mod ID 618916953， mod 大小为 743MB。 虽然这款模组已经时隔6年没有更新了，但在游戏里也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。由于这是一款中大型 mod， 所以订阅之后进入游戏需要等待右下角的白纸消失才可以在 mod 栏里找到并且使用。进入方舟之后，模组的建筑印痕在一级就可以全部解锁，一共就这五个。这几个模组建筑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它们都是用来制作皮肤的各种制作站，在这些建筑里面可以使用木头加纤维合成任何你想要的皮肤，具体的使用就看各位的喜好了。这里面拥有超过200多种千奇百怪的皮肤，使用的方法和原版一致，拖到装备上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具体的话就像我这样子，可以自己想怎么搭配就怎么搭配。那么以上这款模组就可以让方舟变得更加有趣，各种千奇百怪的搭配等你来发掘。虽然这里面的大多数皮肤都是头发，但还是非常值得推荐使用的。那么好的，这里是一只茶魔人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都看到这里了点个赞吧。